使用者是百事口的最高的决定的输入，好，密码验证。好，我们呢就要去找到资料库，资料库呢就叫 member 在这里了，好，去选取。好，我们去看到有一个叫 member， 我们看到有按确定，好，只是代进来，好，我们测试一下是不是呢跟资料库可以做连线，试试。好，连线已经成功，就代表呢跟你现在的页面网页是跟资料库。资料库就连起来了，但是呢，资料库栏位名称还没做细节啊。资料库新增做资料库的连线，好，连线完我们还要去改一下那个是 MySQL Query Set Name 后面啊这个。好，先做资料库连线。好，把
呢，假设入会员就进入到登录系统，登录系统成功就进入到会员中心 member role， 登录失败还是回到 index。 好，我们直接呢就不用班底，我们直接呢是透过设置系统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，还是在 index 啊，把这个呢 CO 那个这个呢给关掉，尽量让你的画面简单啊，不要呢去点了一个去做会做错的。好，回到这个 index， 我们没有细节，直接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细节啊，如果说直接用设计就可以这些。好，检查一下资料库一定会有。资料库不存在，那就得把前面这些做出来。这个呢不需要系统，增加了设计系统，你增加一个使用者验证去登录使用者。好，跳出这么一个呢方块。好，我们的表单，这是一个 form， 那里面呢是 username， 这个呢是 password， 对，使用的连线的验证。那里面的呢，账号跟密码，账号跟密码。那 member data 里面呢，账号是我们是要去找 m user， 到资料库里面呢去找 m user name， m user name， 这个 m 它是这两个，它是这两个 member data。member 里面的登入接收的那个使用者，那跟他的密码。那如果成功，我们就进入到 member zone。好，进去到 member zone。那这个安全，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如果前面有句话不会有的，如果说是失败呢，就入进他去 index。那带出 index 以后呢，如果说失败呢，我们要带出一个的讯息，说哎，你这个是账号呢密码打错了，要带出什么讯息，我好像跳出一个文字来叙述，所以呢这边呢要给它一个变数，变数我们是用逗号在这边带。好，逗号 ERRMessage。如果等于一的话，我们要跳出。
128个月，让别人在网络上能看到，然后关注这个。好，我们呢，首先呢，去到还是在 Index 里面去找到 password。好 ，password 如果说这个呢密码呢叫 md5，就是打 md5。md5 呢是一个函数，也是要从刮胡把它刮起来哈，要刮到最后面的右刮胡跟分号分号地方再给它右刮。啊，这样子呢，这个就是 md5 的系统做进去哈。陈科长，好，这个呢这个部分的密码的部分。好，来，各位做一个加密 ，MD5 的格式。刚刚只是登入使用者的设定啊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进入浏览器，看一下，好，画面切换，来看一下浏览器呢怎么样？我们呢还是一样回到 index， 回到 index 呢，假设呢你这个地方去到这个画面，你让使用者呢去打入账号密码，如果说打对了，我们呢就要跳出这个到这边来，说某某某您好，欢迎登入。哦，那这个地方呢？你这边带出来的，你是打谁啊？你打呢？就这个去谁知道？当然，这个呢页面它要去留意啊。然后它第一面呢要送入到资料库去比对账号跟密码。啊、哦，正确呢就会把它的一个昵称，就是如果说外号，让它带出来。那这个资料库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呢打进去以后，这账号密码。打对以后，它的 link 就是一个别名就会在这里。那这个呢，就要用到后端伺服器的变数，好变数。那这个变数呢，就叫 station 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做之前呢，首先还是先做系统啊细节。好，我们去把这个细节做一下。
member 里面的 user name 要等于我们的 UI 的上面的 conversation 的变数，给它带入一个的变数名称叫 mm， 就是说在资料库里面你刚刚打进去的那个资料mm 底线user name 这个注意要带。Member 里面的 username 叫 demonstration 里面的，就是数据端的变数里面呢给它 mn 的 user。 好，这个呢好了以后，我们呢其他的不用去设定，去好这个呢是不是这个 body 就做了。那 body 呢里面呢就有栏位，有一个叫 nick别名，别名呢我们希望呢放到这个前面，我这边点一下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使命插入进去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细节里面的 link 这样子呢就会代替。好，来先把它做一下，继续来完成一下珍珠好，有的珍珠就要珍珠完成去了。好，珍珠呢首先是将珍珠这几个字把它选择，好，选择以后也是呼叫四个继续，好，去增加一个，好，一样在使用的验证里面呢有珍珠使用，好，珍珠使用的人呢就挑出来，挑出来呢我们珍珠以后就其他进入到外网就是 index。 好，里面的